找好房零纠纷，看房这些细节最关键。如果你发现漏水，在六个月内要尽速通知屋主。五年之内，如果发现有漏水，都可以找前屋主处理。真的、啊？六客厅太小的房子，尽量不要碰。因为客厅代表事业运。这是真的耶，我就是把其中一个房间牺牲掉，就全部变客厅。那几年超顺的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熟女家务事。